哥，你若是知影我来送你，搁为着你艰苦，为着你流目屎，你是毋是会亲像爱将同款甲我讲？你巴肚内底有宝宝，袂用艰苦，袂用流目屎。啊，毋过咱是亲人，你是我的哥哥，就算讲我为你哭，为你流目屎，又安怎？敢袂当？给我艰苦一下就好。是伫你个巴肚内，嘛是会感受到你个情绪个。以后伊若是爱哭歹照顾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我本来准讲，阁会当回来跟咱团圆，啊，毋过照你看起来，是无法度啊。我巴肚内底个宝宝，我阿久要滴。是的啦，当时为我。不是，你嘛无希望安尼啊，而且阮拢原谅你啊，你嘛毋是超过害死阮哥的。阮哥若是知影，你已经变做较早迄个方云云，甲阮团圆，伊一定会足安慰的。以后，我一定会随时提醒我家己，是有这么多人伫咧帮助我，包容我。我即马唔才会当遮尔啊幸福，我一定好好啊活落去，安尼唔才对得起子祥，安尼就对啊。哥，虽然你以后无法度甲阮做伙生变身仙子，啊，不过我相信我甲爱将，不管是欢喜还是艰苦，伊拢甲阮做伙。小梁啊，我知你要讲啥。你要叫我卖怪爱将，为你代志拢计发生啊！大家上冲破的时阵嘛过去啊！我若真正要生效，嘛分袂清楚是想对想唔对，可能爸讲的真对，今嘛不是生效的时阵，是应该尽全力，把失去所有一切拢弥补回来。好好甲云云幸福吧，这是我真正会当相处的方式。多谢你，多谢你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失去子祥嘛是我永远的痛，啊，不过比起过离婚离。我的亏欠还有良心不安，根本就无算啥。有当时啊，我也是会当感觉子祥还搁伫咧我的身躯边，无法度接受离开的事实。我会记得我有听过人美人心讲过，天佑跋落海失踪了后，伊嘛感觉天佑拢一直踮伫咧伊的身躯边，毋捌离开。假使今麦若是有一个天佑的双胞胎，我想伊一定真紧就会当接受伊啊。是啊，人美甲人心是相生啊。我会记哩，秀莲阿姨咧生高天佑的时阵，难产，伊阁俩准讲家己生是相生啊。结果高天佑只是较歹生尔。弟弟，迄个时阵你甲妈咪，假使讲会当生个会相生啊，就好啊。想做人，来，一起起来。我想呀，我想着子祥，急急急心的。妈拢已经讲子祥已经过身啊，那就莫阁伤心了。我想要尽全力找到子祥的遗骨，都算讲刚找到骨头户，我嘛愿意。我一定要给子祥立头为安。这段时间，咱为着子祥，老爸仔就要老到担。子祥安尼友好，一定不忍心看到咱遐尔悲伤。咱要给子祥，因为活在咱的心肝内，咱要当作，
伊去一个足远足远所在出差啊。总有一天，伊会甲咱团圆的。张阿亮，阿妮，一个顺便，你不是伫边咧讨论，要让梁俊川哪有时间过来？够梁俊川走去啊！你不是设计了足周全的，连梁永清拢配合你呐？这么多人，搁抓不着梁俊川哦？伊是会晓飞天遁地哦，哪会这么厉害啊？伊是袂晓飞天遁地啦，啊，不过真正够凶的。伊敢会是伤害梁永清啊？伊无伤害刘总的，伊是伤害伊家己。当当时刘总为着我要让伊逃走。用手铐将家己的手，啊，佮有牛俊章的手做伙夹掉的。我想要让伊脱离警方的包围，结果牛俊章就把家己的手斩了，当逃走啊！哎，这样你要恐怖做啥的代志？莫讲我爸爸听。秀莲，你连家己都顾袂好，阁想要霸占我查某囝，总算给我找个机会，把我查某囝带走。这就是我甲秀瑶的查某囝，你无法接受，你无法接受。身体是念做伙，够可能是真的。面无遐尼水，这哪有可能？一定是因欺骗我，都是我放弃我查某囝，才讲种悲惨，还要放弃。念做伙，我查某囝真正是连体婴，不管你心中什么款，你永远拢是我甲秀瑶的查某囝，爸爸绝对袂放弃你，我甲你带入我身躯边，好好疼惜你，我绝对袂让你无依无靠。全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的囡仔这么健康，我甲秀的囡仔都无？江秀莲，那不是我一个人无法度抱走四个囡仔，我都把你两个囡仔拢带走。你甲顾志宏还是秀瑶，怪害我四鬼逃亡。我要让你孤立婚礼，让你一世人拢唔知影，你有另外一个囡仔，伫外口咧吃苦。是，是，我不应该安尼做，是我的报应，是我的报应，是我做唔到代志，我做唔到代志，我。你想做，还做我帮什么？嘉良，嘉良，你做明白，你是不是帮刘子祥啊？
是我母好，拢是我母好。 我知影子祥的事，你感觉真作假？啊，不过今仔日咱毋是讲好啊，莫去为着子祥闹目屎啊！安尼，让子祥家要开卡，咱甲子祥好下好无？对不起，不可能是子祥。我都知影，谢老板命运会这样孤单。 这拢是我家己做孽，这拢是我的报应。是我带来你个子弟，是的，是的。你会当个做梦，当作是别人囝团圆啊，现实你别人囝缘分，啊，我等你放弃啊，就莫搁留恋啊，爱面对现实。 莫让子祥变安心，我伫卡就参照子庭所讲的，子祥变做小甜甜倒来咱的身躯边。无需要，子祥无需要变是小甜甜倒来，小甜甜是新的生命，伊无需要做任何人的代替品。我无这个病。 你帮张家慈祥见面，因为都是我，拢是我唔好，我无做个做伊的爸爸，我才害伊这样少年，堕落到这种下场。囡仔若出什么代志，做爸母的先看家己，我嘛是。 我嘛，才头壳好家己，所以我才去做心理咨商，安尼我较好过。不只卡，你嘛需要安尼做。我需要。我根本无资格，我家己好过。 都是我上大的阶段。当年我小公为着你，家己拄出生的囡仔还在送走，一般个是讲只是人，拢无都看着伊的囡仔。谁知影天公伯对伊遐尔好，伊才知你以后，伊予伊亲生后生苦落倒来伊的身躯边啊。伊即马甲治疗，嘛算是圆满，嘛过啊真幸福。这双个疗伤袂够，敢毋是？ 所以，爱搁全部好无？对啦，我伫想要问你，今日伫灵堂，我看你对治疗还阁苦恼态度真奇怪，你是安怎？这都有啥物啊？伊来甲志祥联名，我替因联名，就是有啥物通奇怪？ 我就是讲，你为啥物要甲因讲呢？看起来是我误会啊，因为我看你对因的态度，未输你做啥物对不起国家代志的心虚，所以才会对因爸仔囝遐尔客气。好佳哉，你伫慈祥面头前，佫知影客气，安尼慈祥在天前，你嘛爱讲一声，爹地，你有乖哦。 我是变安怎，互文玲知影？其实当年江秀莲有心相生啊，是我全心要保护，把囡仔带走，到互别人饲啊。好啊啦，来困啦。虽然后来我捌后悔过，想要把迄个囡仔带回来，对方煞已经离开大所在，连搬去倒位我拢毋知影。即件代志我藏伫心内二三十年啊。 若是我毋讲，江秀莲永远拢袂知影家己有一个后生伫外面。这个囡仔，即摆毋知是生还是死，我该应该讲。我若是讲出来，囡仔阁找无，毋是互江秀莲白白伤心啊尔。